我告诉你几个，休想在我这儿逃出去，都给我老实点啊！哎，老实点，我就不信我出不去了，我就。行了，省点劲儿吧。没道理，想点别的招。哎，外边有个老头，哎，大爷，嗨，大爷，嗨，大爷，叫我呀，大爷，能帮个忙吗？说吧，啥事儿？那个，这是坏人，他把我们关起来了，把我们救出去。坏蛋把你们抓起来了？对，这个畜生我跟他拼了。哎，大爷，你冷静点，他有枪。有枪咋的了？啊，我还有枪呢。啊，大爷，你是干啥的？我呀是个猎人。哎呦，我有救了，有救了。听我说，我一枪把他定那儿，完了你们跑。大爷，别伤着性命。不能，这枪里装的呀是麻醉弹。那太好了。你们就放心吧。大爷在村里啊是有名的神枪手。记得那是一年的冬天，大雪封山呢，没粮食，必须得出去打猎去，带老哥几个去上大傻袍子。大爷，然后大爷，那个，等把俺仨救了。傻袍子不了解这，不是闹仗。大爷一动，大爷，你把俺们仨先救出去，完出去俺们听你讲故事，行不行？可以。咋的了？哎呀，咋的了呀？打他身上了？不可能，瞄的是他呀。不是，大爷，你这一枪把我搂的都搂蒙圈了。不，你那里边装多少麻药啊？我现在半拉身子全麻了都。那可不是嘛，这是打袍子的，那大袍子，你别说那小崽儿，大爷，别说了。你把俺仨救出点，他再听你讲故事。行，刚才肯定不是故意，我明啊，忘测风速了啊，跟风有风，哪有风啊？这肯定有风，这是屋里边，这可能是空调啊，还是啥，反正有影响。你放心，这把肯定没问题啊，听我的，这把可一定要相信大爷，好不好？你这把肯定瞄准点啊。咋的了？打我这儿了！我说你这放多少麻药啊？我这腿现在都不是我的样。大爷呀，你不打袍子的吗？那大体格子比袍子大呀。是他袍子可能他是移动把他站那儿，我还真不一定打得住。但没事，你这样啊，大爷做事有原则啊，再一再二绝对没有再三啊，你们放心，躲得过初一他躲不过十五，看我的。大爷啊，你是说我呢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？大爷说他那么明显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大爷是个神枪手。啊，咋的了，大爷？走火了！哎呦我天哪！大爷啊，你确定你是神枪手？我确定，而且现在我时间也不充裕了，我得趁麻药劲上来之前把它解决，好不好？再给大爷一个机会，行不行？行。大爷，我求你了，你搂准点吧。行。哎，老朋友，这回就看你的了。
也没打着我。哎，也没打着我。哎，也没打着我。哎，不是，打哪儿去了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打着他了？啊，没有，咋回事？大爷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打死我都上了。不可能啊！大爷刚才瞄的是他，没事我再来一枪。哎，大爷，大爷，等会儿，不用了，俺仨既然出来了，就这么地吧，走吧。等会儿你们走你们的啊，这是我俩的个人恩怨。大爷今天必须打着他。快点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求你了，站站，兄弟们，就听大爷的吧，快跟着我的步伐往前冲。快！大爷，大爷，你救了我们，我必须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孩子，记好了，大爷叫欧阳没准儿。记住了。啊！大爷，啥事儿？那个，你能不能等我出去，你再开枪啊？孩子，快走。保重。那欺人太甚，难道说我老了吗？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呀昏沉，当呀看来你不服老不行了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神枪手了。只有一个人还爱你。老朋友，你陪了我30几年呢，但是我现在不配拥有你了。再见了，老朋友。你是谁？要干啥？看来我还没老，是开枪的姿势有问题。不信你们看。看来我还是那个神枪手。